的伯伯今年因为疫情较严重啊，所以这是我头一届来过一个山顶的肉粽节。我嘛是啊，虽然无法度回去厝，不过这嘛算是一个特别的经验啦。是啦，嘛通好减肥啊。这个北部低温的气温吼，真塞车，我就叫阮老母买件物件来啊。哦，安尼嘛是袂歹啦。是啦，嘛感谢大家拢退票无落难，减少传播链呐。是啊，咱全国同心来对抗病毒。啊对啊，顶礼拜叫伊去查的物件，你是查着未？无。是安怎无爱去查？因为我想讲，会当听你讲就好啊。你哦、喔，你又搁较懒骨的啦。哎呦，我嘛是为着听众朋友啊。哈，是安怎讲是为着听众朋友？因为听众朋友跟我同款嘛，想要听啊。哦，互你打败呢。耶耶耶！赞赞赞！安尼决定啊，紧来开场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吉大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欧北边，欧北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大吉事，也够甲观众朋友写一批用大吉念出来。第一张批啊，这嘛是咱这礼拜唯一收到的批啦。可怜。两位小编好，我是汤圆阿吉啦，后面向大家介绍阮家乡五月节特别的活动。第六上辈的灵尊，唔知恁敢有听过？因为伫阮家听讲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啊。会举办六上灵尊，是因为有一冬去拄着烤花，后来乡公所想出来的，利用连板的原理，予灵尊向前。简单介绍了后，就要来分享我去参加的经验。会记得是差不多五年前，朋友招我去做伙参加。想讲无参加过，去算一下嘛好。一组也有九个人，大家平常时无闲，无啥物时间通练习。加在阮拢是少年人，体力袂歹。等到比赛迄天，我先食一粒肉粽，祈求好运。比赛唱声一响，大家脚拼命向前踏。哦，几廿年的兄弟毋是做假，大家动作配合甲非常好，真紧阮就抢到头名。就伫抢票的朋友要抢到机啊时，啊，我脚踏伤凶，鞋啊煞落掉。不过为着奖金，我决定先卖票，继续比赛较要紧。尾啊比赛总算是结束，真欢喜，阮有得奖。即马想起来，还是感觉真刺激。虽然我已经做老爸啊，不过明年老举办，希望会当带阮兜迄两只狗囡仔去报名参加。顺续甲因顶当年我这个老爸的威风，我的分享真到这，我要来去食水母包的肉粽啊！哦，想袂到桃园有这么特别的灵尊呢。嘿啊，而且已经举办十多年啊，讲多谢阿杰分享，连狗嘛想要来报名。去参加爱狗的人呢？你敢找有这侪人？拜托嘞，那是有奖金，敢敢会找无人？安尼讲嘛是啦，啊时间你若着定，我则等你食红。你卖想，你嘛算一卡啊！安尼我要做手机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拢互你做啊！我就知影你无想要出力。嘿嘿嘿，多谢呢！啊，你今年敢食肉粽啊？啊，袂啊！啊，你咧？哦，我有伫网络顶注文，待提两粒互你啦。哦，多谢，足甘心的。免客气，其实我个人较爱食白款粽。你就是无介意食，才给我食吼。啊！但是肉粽阁有啥物别款呢？有哦，阮家拢会买鸡粽，你敢无食过？无，够好食。哦，好食噶！即嘛热天吼，啊，食一粒冰冰凉凉的鸡粽啊，透心凉啦。而且吼，唔管是温白糖还是蜜，拢好食。我一届都嘛食三粒。夭寿哦，食遮济，敢袂歹腹肚？袂啦，迄鸡粽拢做较细粒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！我想讲，你叫我食三粒，根本我咧惊死。啊，你讲食过菜粽？无呢，敢是内底无肉的粽，无肉我无爱啦。哦，你真正是有够唔捌货啦！听讲台南有一间卖菜粽的啊，逐工的人拢排到安尼热热长。真实，啊是包啥生意才好？啊，就是简单的糯米掺土豆啊，有诶顶面搁会加土豆糊。哦，听起来袂歹呢，明工我嘛要去台南食。哎，记得我一透早就去哦，听讲三点钟就卖完啊。好，我一定要吃到。另外，还有一种好做鸡掌，我嘛做爱吃的。哦，拢吃无啦，希望疫情赶紧转好，安尼咱才会当去吃真济好食物。
哎呦，你的工厂到底当时才要开始讲台中南屯区的五日节活动？我就是你讲遮已经讲到袂记得啊。那有我嘛是有在听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讲互你听。台中的南屯区，逐年伫肉粽节时阵，拢会举办全台敢若因遮有诶站拉力活动，而且搁爱穿叉脚上街路行搭，发出咔咔咔的声。这个风俗交代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啊，嘛加做台中市的民俗文化资产。有流传讲，这项活动是要甲米伫土里过冬的拉力擦精神，予伊起来翻土，保庇做田有好收成。这项活动嘛，反映出动车时开垦的历史背景。哇，足趣味的感觉啊！是啊，因为台中的南屯区旧地名号做犁头店，过去是中部地区真重要的种稻啊的区域。而且搁有洪水西宫，才有唱真罕见的拉力黑。拉力就是华语讲的穿山甲，因为因介意伫土里活动，会甲土还互桑，对咱做田毛真有帮助。会使讲是农民的好助手，所以农民因拢嘛甲拉力看作是每年丰收的象征。想袂到拉力这么厉害，对啊！而且万和宫逐年拢会甲台中市政府做伙办活动。现场除了有万和宫、文昌庙，拢会送免钱的肉粽，还佫有会当免费食着中部才有的鳗鱼哦。真的假的？竟然有免费的鳗鱼通食？你哦，我就知影你的重点拢佮别人无共款。莫咧讲啦，我嘛有看到别款的啊。我有看到资料写讲，伫咧花莲啊，五日节即天毋是白龙船，是用竹排啊。即个平常时用来掠鱼的塑胶排啊，佮船是完全无共款。想要向前是真无简单。花莲共和乡塔巴路部落，逐年拢会举办即个活动。因讲是要纪念传说当中祖先坐竹排啊，冒险漂流到台湾东部开垦的精神。原来各地拢有无同款的活动哦。是啊，而且伊嘛有讲，这个活动的目的唔是要比速度，是要纪念祖先甲联络族人的感情。五日节即天，各地拢用无同款的方式来传承先人的文化。真是的，莫怪西谷的写讲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咱的风俗甲活动拢是甲祖先有关系。哇哇哇，够吟诗呢！哇，这声好啊！然后什么意思？咱刚是要变做台语知识型的 podcast 啊？上好你以后每一集拢有物件通编啦。无啊，我是要甲你讲，你若要变做知识型的，我惊我阿嬷会听较困去。你确定阿嬷会晓用手机啊听 podcast？ 哎呦，我阿嬷是袂晓啦，但是我若回去厝，我会切互伊听啊。是啦，那呢，还阁是讲一句话，希望疫情赶紧转好。无唔对，不离过这两礼拜，拢干那收到一条片尔尔。对啊，后礼拜唔知是啥款。这部最后也是爱呼吁乡亲啊，赶紧写批来哟、哦。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批示，做回来听乌白边，乌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第六兄，等一下，你写错，是六吧？是六还是六？六六。后来兄，后来兄公说小修出来的，小修修，我爱分享分享分享，香。今麦热天，食一粒冰冰。卖了学阮彰化人哦，希望疫情关关雎鸠。有流传讲，这项活动是要甲米伫土里过冬的大拉力，真是。才有唱真罕见，罕见，罕见。伊要甲去倒？罕会甲土冰和霜对咱做长做长。现场除了有万和宫、台中市南屯区，现场除了有万和宫、台南市。